十八古城遭遇受潮，死伤无数，局势动荡，现在收归执掌权，是否有些操之过急了？是啊是啊，万剑阁十大长老之一，现在我以万剑阁长老的身份正式接手紫霄皇朝的统摄权，速速让紫霄郡王到来。我们在万剑山亲眼看到他死去，云儿，莫非你真的将范无劫变成了黑洞剑魔？